动手能力强是好事，慢是不求人嘛。但是下面这位啊，就做的有点过了。河南的一名男子自己维修家里的电暖气片，结果呢，右手的手指被卡住了。这位真是万事不求人啊，连个求救电话也不打，自己扛着暖气片，而且是开着车直奔消防队来了。这是不是钢管冷气啊？啊，完事，我们请上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对，帅。 消防队员又有机会展示拿手本领了，破拆。这垮下去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又半个小时。这是个暖气片儿。没错，家里暖气不热，这老兄动手能力强，就拆下来检修。这是把手指头探进去，想试试管道是不是堵塞了。所以说这种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维修工。可老兄就是喜欢自己动手，连看拔不出来，也不打幺幺九，自己直奔消防队。啊，扛着暖气片儿？错，开车。 你自己开车过来的，那我自己不用管你。那你咋一个手开的？做手把当吗？真给我打单了。就这样，老兄开出去好几公里。佩服佩服，一路没出事，可真是烧了高香了。等一下，让我看看啊，这是孔啊是吧？看到你咋看到了？看到了，树在这儿。这家管道质地是黄铜，比较软。 消防队员使用小巧功夫，一点点把管道剪开。反正总没事，是没事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再查查，再查查。好好好好好。往后自己动手可千万得力所能及。另外啊，再啰嗦一句，咱消防队员免费上门排油解难，扛着暖气片开车这种事儿可千万别再干了。